招商未来找到了门云社的老对手帕奎奥，帕奎奥的团队也向招商未来指点迷津，传授了一些宝贵的经验。这场比赛将于9月25号打响，时间已经到了，兄弟们，对于这场比赛，很多网友纷纷表示是一场金钱大战。我想对这些网友说，你们说对了。那咱们保守一点估计啊，梅威瑟在这场比赛中将会赚走1500万美金。人家是来日本旅游，顺便打个比赛，然后再花点钱出去。如果梅威瑟和招商未来打满了3个回合9分钟，那么他每分钟可以赚走1000万人民币。Thank you.